疫情升温，慈济雪龙分会岁末祝福活动是一延再延。志工突发奇想，改以得来速的方式，在格拉纳在野共修处发放福会红包。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所以我们就想到将来来来出一有的出手，一有的上修心法呢，是比较有温度的。每次都是去那个金石堂拿的，也是第一次啊，Okay. It's really interesting and it's a very good idea because by this way we can maintain the SOP. Bye. 虽然天公不作美，但志工热情不减，还有人是特地带着竹筒回娘家。很欢喜，可以把竹筒带回来这里。我们想到很那个 response 很好哦，很多人都出来，看到很多志工，很久没有见到面了，所以大家都很欢喜啊。疫情改变生活的常规，但彼此祝福的信念不变，祈求一年会比一年更平安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王日发、钟开安，马来西亚报道。